我们刚刚原本看着媚姐，觉得安心一点。刚刚一文姐出去之后，我们又害怕回来。因为就是那种你不能，你已经害怕的时候，不能再遇到这种同学。对，我觉得出去那一刹那太可怕了。你要一起吗？哦，我不行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不行，这个出去太，这个我不行了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不行。你可以。我后悔了，我现在是10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觉得人生啊，本来就是很多关卡要过，我们。 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，relax，relax，enjoy，enjoy。我还以为欣欣姐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她才要去安慰别人。结果换她上去的时候，我已经分不出她到底是不是演戏了。我怎么办了？我不要滑出去了。啊、<笑>她这次有怕。啊，会不会很抖？肚子好痛哦。笑到后面，我觉得换我鼓励她了，我都已经忘记我紧张这件事情。加油，欣欣姐，脚放开。 放轻松，四、三、二、放开，没关系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耶！小三十，小三十。 没事吧？我听到一文姐笑。OK， 来，OK， 来，刚刚发的。OK，哥，可以吗？来，你好。Nice，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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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ce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，大哥。 你不是一直在安慰我，你。哎呦，我在录，我在。OK，OK，OK，OK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红哥哟，红哥哟，红哥哟。欧巴。